现在呢是要来公布了吧，是不是？对。哇，紧张的画面，来，哇，我们在这儿哈、哦，哇，其实啊，你们猜好了没有？心目中的第三名应该是，啊、我们呢现在请我们的颁奖人，我们呢第四届台湾小姐冠军陈怡文，好，陈怡文，谢谢您，哇，这个第三名应该是。应该是几号？好，我们台湾小姐泳装外景赛第三名为12号佳丽蔡巧伦佳丽，编号12号的蔡巧伦佳丽，我们恭喜她，恭喜！我们现在请了陈怡文为我们呢第八届台湾小姐外景泳装比赛第三名蔡巧伦披上了我们的这个。好，获胜的这个彩带。哇，这一刻真的非常的荣幸。好，好，这是我们的第三名。再来呢，我们呢请的颁奖人呢，我们请了于泰瑞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我们执行长苏宇杰执行长。好，来帮我们颁发第二名。好，好，感谢您。哇，大家觉得是几号？现场的朋友，好，我们马上来公布我们的第八届台湾小姐外景泳装比赛第二名是。喂，1号陈海玲佳丽。哎，1号，恭喜，恭喜您，恭喜陈海玲佳丽。我们请了于泰瑞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我们苏宇杰执行长，也谢谢你们公司对我们活动的赞助支持，来为呢我们呢这一个陈海玲呢披上呢胜利的彩带，谢谢您。我们恭喜海玲哦。好，再一次的恭喜我们呢陈海玲佳丽。再来呢，我们请到呢我们呢这一个康喜富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我们董事长陈董事长陈长文，来为我们呢颁发呢我们呢今年第八届台湾小姐外景泳装比赛的第一名。到底第一名在哪里呢？一定有在这儿嘛，是不是啊？对啊，好，到底是哪一位呢？来，我们现在正式公布我们第八届台湾小姐泳装外景赛第一名为3号佳丽林俊颖佳丽。3号佳丽李俊颖佳丽，恭喜你！哇，再次恭喜你！哇，李俊颖佳丽呢，年龄27岁，身高174公分，体重52公斤。哇，她的三围36、24、36。我想她的身材、她的容貌、她的亲和力、她的善良哦，得到我们今天5位公平公正的这些评审们的青睐，所以获得了第一名。再次的恭喜你！好，恭喜我们！恭喜李俊颖佳丽！谢谢。好，那我们现在请我们1到3名的佳丽，对，我们请呢前3名的佳丽再到前面来，好不好？分别呢是我们第三名的蔡巧伦佳丽，第二名的陈海玲佳丽，以及第一名的李俊颖佳丽。好，这3位佳丽呢加到前面来，让我们的这个媒体记者朋友们能够呢把呢这最美丽的画面把它捕捉回去哦。明天呢我们呢看呢1电视还有各大报各大电视呢都可以看到今天大家美丽的画面。是的。我们今天呢这个活动呢要特别感谢呢非常多的人哦，我们感谢呢我们的艺术总监张坤香老师，我们要感谢我们的舞台总监游慧宇老师，